又在跑别人位置上，哼，扎金，这哪是个扎金？扎金还知道回来？哎，去别人那边吃吧，扎金，你吃不扎金？要勇于承认错误。扎金，就给你吃一条扎金。来，我们复习一下。复习一下前几天刚学的，等一下我，再见。六六给他吓跑了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拍拍拍拍拍，今天六六六六六六六加金，他要跑了，他要跑了，快，慢了。到这边就慢下来了，他又来了，他跑六六，他跑六六，小扎金，又来了，躺着了，他躺着了，他躺下来了，六六。我们来给他做个示范，这边才刚开始，这边刚开始，六六已经领先一人了，不对，领先一步了。六六，我们来教他，我们教他们，走，回来的速度比出去的速度快多了。等一下，一个人的寂寞，哎哎哎，两个人的错。你是不想来我这吃饭啊？我不给你吃了，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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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回来，回来，没了，出口。哦呵，亲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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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。啊！臭金，亲一个。竟然敢不亲我！